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我动手背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在今年七月郭台铭的婚礼上，作为好友的蔡琴特地献歌一曲，同时也向这位台湾首富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蔡琴合唱都是矮半截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声音是够低了。郭董，你现在知道，你呢就是多多投资我的演唱会。如今郭台铭果然投桃报李，在蔡琴近期的六场台北演唱会中，郭台铭下属的鸿海集团大手笔的包下了整整一场的演出门票。除了犒劳辛苦工作的员工，孝顺的郭台铭更把母亲请到了现场，因为郭妈妈是蔡琴的超级歌迷。有了郭台铭的支持，蔡琴在演唱会现场的表现也是格外卖力，也许是为了下一次与郭大老板再合作积累人气。谢谢郭妈妈了，你看他们要给你掌声哦。新娱乐在线台北报道。